あの、イビーという意味は、お客さんすみません、私が軌道から外れています、あの軌道まで動し、あの直してくださいと。试着让他走一段可以吗？试着让他走一下。就是走不了啊。走不了啊。对啊，之前可以走，现在走不了。なんかもう走れないみたいで、なんで？動都不能動了？動都不能動了吗？不知道，以前可以動了，现在動不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彻底坏了，啊？不过的。对呀。您好，我建议知道了，请帮我登机取，谢谢，真是不客气。您好，我建议知道了，请帮我搬回去，谢谢，尊敬的顾客。您好，我建议知道了，请帮我搬回去，谢谢，尊敬的顾客。您好，我建议知道了，请帮我搬回去。